先来喽。恭喜恭喜！恭喜、啊！恭喜！你要牵新娘子出来。唱歌，你可能只用这个角度。天伟，恭喜你！恭喜！那个陈佑，你可以从这一边拍。好。穿的很像是速破。速破。终于换到我们了，终于换到你们了，到达目的地了。来，你们要拍吗？你们要进来吗？快能卡了。有没有人要进来？好，一起。对呀。感谢上帝。天气很好。你们的休息室在有一个休息室吗？应该有休息室吧，总不会立刻就进去。对对对。还是在先来办公室等一下。小心哦，这边有阶梯。会客室吗？开间。好，来这里。休息室这间不同，要问你拉的吗？哇！你可以进来吗？哇！牧师还有陈哥。去跟小溪，跟你的姐姐来到上去，雨林上去，你从这边上去。你要不要过去？快点。害羞了。长一点呐、啊，他都要穿一半呐、啊，他应该要穿高一点。来，等一下穿高高好不好？太可爱。他摇头说：“我人家要穿裤袜的，想要太热给他穿半筒，就他不要半筒，他要那个。”没关系啦，也有看。啊，你要过来，要靠过来一点啊，你要拍这样靠过来一点。一、二、三、等好。谢谢。啊，我们两个。我们两个姐妹，姐妹都进来。我帮你帮我们拍。先放一个头像，往前右吧。先坐到他。可以帮我拍吗？哎，依依，你坐进去一点呐。练一下。对啊。我们要洗手，练洗手。好漂亮。今天唱歌。不行，你的手机。要放在。对啊。好漂亮。
这是谁？这是谁的小孩？